各位早晨，欢迎收看星期四朝头早天文台的天气报告，我是李凤莹。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天文台都发出了强烈季候风信号，外面的风势都挺大下的。跟着实际今朝7:00的时候，各区的气温普遍就介乎在17度至21度之间。在大范围的卫星云图就见得到，广东沿岸地区有些云带就是覆盖住的。预计今天我们的天色都会比较多云，而且今朝外面还有几阵雨。另外在风场预报图见得到，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的时候逐渐受到一股由海洋而来的气流就是取代的。明天来讲天气都会是湿一些。详细的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多云，另外朝头早会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沿岸会有薄雾的。另外最高气温上到大概23度，风势方面是吹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会是吹强风，今日稍后的时候会是转吹和缓的东南风。至于展望方面，我们预计明天来讲会是潮湿和是有雾，要去到再之后两三日天色才会是好转。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就讲到这里，再见。